Hello， 大家好，我是身为小记者林吉安，欢迎您收听我的脸书直播，一天分享一点，每天陪你进步一点点。OK， 今天呢，我想要跟您分享的主题是：若不想遇见平庸的自己，请走出心理舒适区。If you don't want to be an ordinary person, please go out the comfort zone. Good morning, Daniel. Thank you. Be a first person and saying hi to me. Even you're not saying, but I say hi to you. 高丽亚，早安，大家好。Okay, I'm still going to coach my Mandarin for my friends. If you come here, you don't understand, I still have to say appreciation.To you, thank you stopping by and say hi to me. OK, 我们继续，我们进入我们的主题。我们今天想要探讨这个主题呢，若不想遇见平庸的自己，请走出心理舒适区。If you don't want to be an ordinary person, please go out the comfort zone. 这个主题我们之前虽然有探讨过，但是其实我也是借着这个主题来提醒自己，因为呢，有时候真的。你长期待在一个像我们这么舒服的天然环境里面，有时候很容易就是忘记自己在做什么。早安，徐燕，谢谢您的支持。那所以呢，我想借由探讨这个题目，一方面就是来提醒自己，那一方面也希望能够启发各位能够走出自己这个心理的舒适区。OK， 所以我再 repeat 一下，也有些朋友刚上线 ，Happy Monday, George。Thank you, always. Thank you, here, saying hi to me. OK, 好，就是我们今天探讨主题就是若不想遇见平庸的自己，请走出心理舒适区。If you don't want to be an ordinary person, please go out the comfort zone. 舒适圈我们都很喜欢，因为呢，它会让你很熟悉，然后安心的待在一个就是你觉得舒服的环境。因为当你需要特别是当你需要休息疗养的时候，它就像一个保温箱一样，可以让你很舒服很放心的在里面休息休养。但是也要注意，如果说你在里面如果待了太久的话，它会让你失去动力，甚至让你失去这个独立的能力。所以呢，一旦你休息够了之后呢，你还是要得走出这个你的舒适区，去接触一些新的世界、新的环境，这样才能够让你呢得到成长的养分。那所以呢，舒适圈虽然是可以像保温箱一样去保护你，然后让你觉得说可以暂时休憩一下，但是记得长期却不行。所以呢，当你对事情呢，如果你已经感到驾轻就熟了，甚至觉得工作已经没有这个任何的挑战，甚至也渐渐丧失了热情，那你就要小心，你很有可能就是已经走入了这个舒适圈。当这个舒适圈之所以觉得舒服，是因为你是在一个稳定安逸啊，无需改变，然后一切皆如预期，没有意外的状况下。所以呢，但问题是，待久了你很容易跟外面的这个世界这个环境脱节，因为这个外面的环境呢，它一直是在改变，一直在前进，它不会因为你而停下来。所以如果你还是一成不变的话，你真的就很快可能会跟这个世界呢就真的脱节了。所以呢，首先让我们先来探讨一下这个为何走出心理的舒适区那么困难，这是第一点我们要先探讨的。简单的说，舒适区呢，就是指我们这个活动以及我们的行为呢，符合人们的常规模式，那能最大的限度去减少压力跟风险的行为的一个空间。所以心理舒适区会让人处于一种心理安全的状态，所以明显中你可能会也许会觉得从中受益，那你甚至会觉得有一种幸福感，然后甚至你的焦虑也会降低，然后压力好像风险降得更少。那心理舒适区是很多人呢趋向的一个自然状态，离开它就好像意味着较高的风险啊跟焦虑它可能可以导致积极的跟消极的结果。但是你也不要把就是舒适区就是认为说一定是不好，好像抹黑成让你裹足不全的一种绊脚石。因为我们的头脑里其实是需要有一种让我们可以产生焦虑感跟压力的一个压力空间。
你这样当我们离开它的时候，我们才能有所收益。所以呢，第二点就是迈出舒适区会让我们获得到什么呢？当你愿意走出舒适区， 你有什么样的收获？首先你第一个你会更加的有效率。为什么？因为过多的舒适感呢会消灭生产力，因为没有了，因为期限跟期望所造成的不安，我们往往会觉得说，哎，心里会觉得好像心安理得啊，然后得过且过啊，然后甚至失去对多学一点新东西的这个干劲跟热情。而且你可能会因为如此会陷入一种好像假装是一种工作狂的状态，用假装忙碌呢来把自己就是装在一个舒适区当中，然后你会因为这样子状况，你就是等于是避免去做一些新的事情。其次呢，鞭策自己跨出舒适区，其实还可以帮助你去早一点迈出你的步子，完成更多的事情，找到更聪明的工作方式。此外，当你在处理新的跟意想不到的这个变革的时候，其实你会感到更容易。所以呢，尝试新东西呢，还可以让我们对这个老观点跟一些新旧知识冲突的地方进行反思，可以甚至可以激发我们能够更多的去学习到这个新的东西，跟挑战一些惯有的偏见，像只寻求同感的这个习性挑战。所以呢，学到新的技能，试吃的新的食物，或是新游历的一些新的国家，然后面试一些新的工作，其实都会让你在整体上自我改善。不过呢，走出舒适区的收益不见得马上就可以显现出来。所以呢，到底要怎样才能面临就是迈出这个心理的舒适区呢？当然每个人的这个舒适层面都有所不同，有些能够大大开阔你这个眼界啊视野的东西，却有可能会让其他人觉得退避三舍。所以呢，下面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助你在日常生活中去做一些突破啊，适应啦，然后去甚至去拓宽你的这个心理舒适区的层面，所以但是又不至于说去做过头。所以呢，现在我来举一些例子，例如说我们每天呢其实可以做一点不同的事情。什么事情呢？譬如说在你是不是常常会，如果你是上班族的朋友，你是不是常常经常在同一家餐馆吃饭，然后吃同样的菜啊？好像我过去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如果喜欢一个东西，喜欢一样食物，我可能就一直再三不断去光临那家餐馆，然后一直点同样的食物，一直到我吃腻为止。在这里我会建议说，如果你经常在同样的餐馆吃饭，你不如就是尝试点一道你从没有吃过的菜啊，或者是说你经常在同一家餐馆吃饭，不如你下一次是不是看看周围是不是有新的餐馆，或者说不同的餐馆，你可以挑一家你从来没有吃过的餐馆去尝试看看。不要说还没有先进去之前就觉得说你可能没有办法去适应新的食物。真的万事起头难，凡事就是要先去尝试过，你才会知道各种的滋味。再来呢，如果是你是一个很重肉食的人，何不尝试看看，就是尝试吃素一个礼拜，去清除你的体内毒素，或者是连续吃素一个月啊，也可以。那或是你比如说你可能在从事某项工作，一直在用同样的方式是做同一件事情，不如尝试一个新的操作系统，或者是调整你的现实的生活状态。总之不管你无论说改变的是或大或小，就是每天呢就是做一点点的调整，一点点改变，从这样的一个改变中去寻找一个新的视角。就算它可能呈现出来的刚开始是负面的也没有关系，因为如果事情没有像你计划中的那样发展，也不要不安。因为对于那些不假思索你所做的决定，你也许可以从你所就是调整的过程当中呢去衡量一下。有时候速度放缓可能是唯一让你感到不舒服的，特别是当你的个人呢、你就是你的个人工作或者是生活中你特别注重一些速度啊，跟是就是说快速的思维的时候，有时候呢慢慢来，观察一下事情的发展的那个进度，花一点时间去解释你所看到的，然后再去介入。有时候呢只是捍卫一个有道理的决定，可能就可以使你跨出你的这个舒适区。 OK， 学会思考，不要说观反观就是马上去
对你所发生的事情马上及时去做反应，然后就好像就事情就完事了。有的人呢，他可能做决定他可以很快，那但是有些人可能他必须要权衡一下这个事情的这个得失啊，或是各种可能，然后要一直到反复的思考才会舒服。那有些人可能他必须要赶快就是对于他的工作可能必须要马上赶快去打个电话，让这个事情可以顺利发展下去。这样做确实可以帮助你启动一些个人的项目，跟是或者是教会你所你想相信你的判断，还会让你知道有些落下的东西可能需要快点定下来。总之一点一点来，走出舒适区是需要有很大的勇气。好，你可以就是慢慢开始坚定的去做做一些就是跟收获是一样的，就是说所以不要去害怕说。任何事情一定要你记得说万事起头难，慢慢开始慢慢的去做。就算你是一个就是很宅的人，不善于社交，你也没有必要说第一次就一定要就是要请到就是碰到那个万人迷，或是碰到你心目中的女神就一定要求一定要第一次要赶快跟她约会。我觉得有时候只是就是打一声招呼，说一声 Hi Hello 都是一个巨大的进步。OK， 那继续 下一个分享之前，我顺便跟线上朋友先打一下招呼。我看到了我的弟弟齐龙，还有表哥陈聪明，你刚上线，谢谢这个妈妈，谢谢您在这边支持我。OK， 那我们继续来分享这个拓宽个人舒适区的边界。到底有什么方法？其实方法真的很多种，我们可以自己去发掘。譬如说呢，你可以去学习一门新的语言。那学语言当然有很多好处，其中有很多就是能够扩展学习任何新的技能，你都可以去尝试看看。或者是你可以跟一些能够激励你的人，或者是说你觉得这些人跟你在一起学习能够帮助你就是拓展你的视野，就跟这样多多跟这样的人保持联系。或者你也可以去旅行，好，因为你去旅行的过程当中，你会遇到一些新的人啊、事物啊、新的文，可能会遇到一些文化的冲击啊，各方面，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帮助你调整你的心态，去适应新的环境。不管是在你的家周围，或者是到各地世界各地去旅行。如果说你是一个一辈子都是待在家里门口去看世界的人，那很可惜，你可能就会错失人生的各种机会。因为你所经历的事情很可能是令人兴奋的，或者是令人遗憾的。但是呢，只要你愿意去尝试，好，都没有关系。因为问题就问题的关键就是说，你愿意不愿意去做。如果你已经正在做，你正在督促你自己去越过那个什么都不做的这个心理的坎，你就会不断的提升你自己。然后尝试新的事物呢，确实是会有点难的，但是只要能够慢慢开始跟坚定的去做，收获其实是一样的。所以不要害怕，就是你一定要给自己这样的机会去开始去拓宽你的人生视野，将自己这个舒适区的界限逐步去拓宽。走出舒适区的关键点就是要多多的去汲取一些新的经验，可以这个自我掌控跟意管理的方式去达到最佳的一种轻微的焦虑状态，也就是说适度的给予自己一些压力，但不是过大的压力。你可以通过各种尝试各种新鲜的这种小事来就是与你的惰性做一些抗争。总之呢，慢慢来，把这个挑战自己的范围呢扩展成你习惯的一种舒适区，花一点时间去思考你的经历，从中去获益，并且把它应用到你的日常生活上，然后做一点别的有趣的和新的东西。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把它培养成一种习惯，去学，去了解什么才是你真正的能力。 OK， 像我对我自己，我要称赞我自己，就是说我其实是一个很怕社交的人，我也是一个非常没有自信的人，然后我甚至觉得我没有任何的口条。但是呢，就是借由脸书的直播，但我也不是一开始就有勇气去做这样的一个脸书直播，是因为我跟我先生之前去年一整年上了很多这个我们一些投资理财课程。那当然这个课程里面也包括说
如何拓展你的人际关系，就是你要你的社交啊，或者是就是你的等于说你如何建立你的人脉，那当然就是这个social media 社群媒体，这是就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可以运用这个方式来等于说建立你的 power， 建立的等于说建造你自己。那到底要如何去建造，当然也是要透过不断的去学习啊，汲取一些新的知识啊，然后累积一些经验啊。那我如果从现在去看我过去所做的一些影片，就是过去这一整年来我所做的一些影片，我可以发现到自己的进步。因为我也许刚开始在做直播的时候，我讲话的这个口条哈，可能就是非常的慢，或是很多地方出错、吐词这样子。那但是真的就是慢慢的开始的坚定的不断的去做，就会开始成就你自己，建造你自己，甚至你可以发挥到你自己的影响力去建造别人，或是带给别人一些启发。所以我觉得这个透过脸书直播是建造我自己最快最好的一个方式。那我看到我自己的进步，所以我给我自己拍拍手。哎呀，谢谢各位的支持，在脸书上有一些朋友给我留言 ，Angelina， 秀芳早安，新加坡，一些朋友来自不同的国家，谢谢你们的鼓励。总之呢，养成每天学习新东西的习惯，让这样可以帮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因为它可以改进你的一些生活的质量，然后甚至帮助你能够更好的工作跟生活。 OK， 就是 Develop a habit of learning new things every day and you can make yourself a better person. It improves the quality of your life and helps you to work and live better. 这个就是今天我的分享，希望今天的内容呢能够带给你更多的信心，去突破眼前的困难跟瓶颈。那今天的内容如果你喜欢，欢迎你帮我分享出去，或是按个赞或喜欢，这些都是支持我继续直播的一个动力。别忘了在下方留言，或者你喜欢看，你是一个喜欢观看这个 YouTube 的人呢 ，YouTube 频道的人呢，欢迎你去订阅我的这个 YouTube 频道，因为我的YouTube 使用账号就是 Michelle Lin， 你可以订阅的同时，不要忘记在旁边有一个小铃铛，就是稍微点一下，那这样你就可以定时的收到我上传的一些影片。如果你有机会啊，真的就是欢迎在这下面留言，然后给我一些意见，然后我希望呢，我可以认真的参考，然后将你的这个宝贵的意见做一些参考，然后规划下一个演讲的主题。谢谢我的弟弟奇隆，谢谢 Rosio， say hi to me， Wendy Lee， how are you？ 徐燕，你是我最大的支持者，谢谢你。这么多朋友在这边线上跟我打招呼，我们下一支影片见了。我是生活小记者林奇安，拜拜。